这一窝一窝啊，这是没上来的啊。哦，这都挖好坑了。哎呀，这么多没上来的啊。这有30%没上来啊。对，50%。有50%。这是不是干的过程？也没有，正好它可能种上没下雨哦。嗯，要下雨就好了。我看这儿净是没上来的，这都是坑儿。嗯，对。这就上午就挖好了是吧？昨天挖什么？这水也不方便，这儿能浇不？能浇，但是你这两天不能整体浇啊。哦。从家里头弄点水。嗯。这再补上的晚不晚？也不晚哦。晚不晚点？不晚。嗯。这种的啥玉米？就咱们的普通玉米啊。嗯，大意思。这儿的玉米产量高不？2000斤。2000斤了。嗯。哎呀，这儿的地也好。嗯。一般的上不了，上1500就算好的。大姐总共种多少地？60亩地了，您这儿人是不是地多呀？也不多，不少人。你做的别人的是吧？啊。包一亩多少钱？学地就200一亩。啊，现在200一亩。啊。你60亩地，大多数都是玉米是吧？啊。这一个坑正好一缸就行啊。也是了。大哥，这下可担吧，一个人担一下午。就是啊，还挑的担子嘛。我小的时候见人们担水那个那啥，就是浇那个瓜，浇菜园子。嗯。上头不拿那个膜盖住，洒了哦。啊，大哥，那个山是啥山了？这个。这个。啊。这个山可有名了。这个山有名了啊。那东瓦山、西瓦山是不是就是以它命名的？不是的。这是个啥山了？这个叫原先农村住的和尚，这块儿那庙都拆了。啊，这以前是上头住和尚的了。这是明镜寺，前有明镜寺，后有雪花城。哎呀，这上头呢，这上头啊？嗯。大革命的时候拆了。这人们平常上这个山吗？上，我叔右边这儿上。多少十五？这正月十五。正月十五上去了。哦。那对面那个山，那叫奶奶庙，那个不是东瓦山、西瓦山那个奶奶山。这个是属于东瓦山的啊。